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的分析是：德甲柏林赫塔对战法兰克福，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柏林赫塔上赛季排名第十名，表现可圈可点。球队今年夏天对阵容进行了升级，上轮联赛客场4-1击败元达布莱梅，队内四人进球，多点开花，状态出色。客队法兰克福上轮联赛主场迎战升班马比勒菲尔德，最终双方1-1战平。球队进攻端较稳定，客场近四场3-1保持不败，整体能力不俗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平半，双方十次历史交锋5-3，最近一次交锋柏林赫塔主场1-4不敌法兰克福。本场推荐柏林赫塔减0.2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